哥挺清好，第一题。山海关的海是什么海？哈哈，真不知道。渤海。答对，恭喜你。哦，出发，进入下一关。耶，二哥来了。请说出三个带胡子的水果。胡瓜，胡桃，胡琵琶，胡琵琶，胡琵琶。三二胡一，失败，失败了，他那边有人失败了。这是干什么？这是，这叫五根棍，搭起来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当钢一样。第二关是挑军械，五根棍，古代军队在训练时的一种器械，由于采用在两根交叉的木棍上架以横杠构成，所以称之为五根棍。本关需要挑选出真实的五根棍。这好难啊，它俩是一样直的，但是右边感觉包装多一些，感觉那像真的。我选这根五根棍，五根棍，将士剑体守雁门，冲啊！Yes， 恭喜恭喜！